他夹三可以换610S， 我刚刚试了他的台性，我就夹下来一定亏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钟杰。我们刚刚，对，我们还是在这一场的人气场，因为在这一场比较舒服，所以，在这一场拍影片也比较舒服一点。那我们刚刚无意间看到这一台，他夹三可以换610S， 那我们刚刚。几十块，四十块，对啊，出了一个，这样不就很料吗？我不知道，他为什么会这样子送呢？现在这样子，我觉得他会亏，这样子夹下来，我刚试了他的台性，我就夹下来一定亏了。那我们来夹看看，来挑战这一台吧，看我们今天能够换几颗610啊，台主脸要绿了。说不定他只有那个改枪位。可是我如果把后面尿尿来，他就错赛了。这边酿不下来啊！试试看。然后他有投九送一哦，这也料哦。可是他的夹三换是夹三换腐烂的，应该不可能吧？都写这样子腐烂我。我们影片有凭有据哦。可以啊，那挖得到啊，拍个前推，你就甩一甩前推就挖到了。再一次就下来，哎，还有再一次就下来，那再一次，有了吗？哈哈哈，那不再下来，不会，那先打这一盒了。你看它其实也还好，没有说很丢啊。挖下来啊，那边挖不下来。公主其实也挖得到呢。是啊。怎么可能挖不下来？我们100块就这样没了。对啊。看这批盒而已。啊呵。被骗。我们后面要被电了。应该不会吧？可以的，前推，一扭把它扭下来。公主就好了。你又把它推回去了。啊，白痴哦、喔！有啊，它出来了，要出来了，你看。还有，完了，不必了，我们轻忽了，就说这第一盒吧。没有，我们现在是在布局，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布局后你就看到，10块一盒，20块一盒。上下。哎呦，他刚刚差点脱钩。脱钩，它很重，重量，它好重哦。那这样会不会脱钩啊？抽它一波，抽了出来了。哇！它这个丢，我给满分。怪不得敢夹三送。对啊。第一盒是小心。好了，有了，滑掉了，有了，奇怪了，怎么了？还没亏，不知道怎么了，全部把它尿了。对了，还是我们吃一把，反正都已经，我们先做球，对，好，就这么决定了，做球，一直不会，做球开始。然后它整个就像骨牌哒哒哒哒哒。对啊。然后等下就去挖宝夹，去挖最后面那一盒。最后面是什么？根本看不到。就一样是
骗人布，骗人布。要倒了。哎、欸。打不打？那这个是不是金正啊？保甲保那一盒。是吗？不是吧？它看起来很像金正哦。这个卢布好难下来哦，太好拍了。有拍吗？我稍微拍一点点。错觉。错觉，真的错觉。全部挤好挤满。对，他既然摆那么满，我们就全部把它挤好挤满。不行啊，你前面那一盒没有先动。嗯，可是我觉得是不是底下这一盒有点撇到它了？这样子，然后把它挖松。为什么不先动那一盒？这一盒对不对？有了。好，它快下来了。然后动这一个，前面这一个抓起来，它会躺下来。躺。白痴哦！傻眼呢。这个香吉是在干嘛啦？站回去他的位置。哎、欸，没关系，他现在可以挖了。他有一个空间去挖它，他应该会像骨牌一样。他挖下一个，哒哒哒哒哒。哒哒哒哒，有没有？哒哒哒，然后怎么样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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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这一盒吗？换你了。还是那个先挖那一个。对，要往前，必胜五十哎。你看现在直接投九啊？为什么？反正我等一下我们保夹后还是要打、啊，这个应该要先动。哇、哦，这个好重、啊！哎呀，你的保夹金额快到了哦。其实我一直好奇这个是不是金正？不知道哎。算了算了，反正我们今天目标不是他。对啊。哦，他看起来很像金的。哦，五位，保夹，保夹了，对，保夹了。你不要那个哦，嗯、不对啊，要保后面的啊。对啊，我就是要保这个啊。我把它拖出来啊，然后看拍保，我觉得它。那你先拍那个嘞，鲁夫嘞，不要抓钱。哦，我下来。那怎么办？再出来一点。再出来一点。要保挡，好、哦，有了。棒棒，等下捏他，应该他就直接补位了。作战成功。老板，你要绿了，等一下看会出几盒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要不要九盒吧？是吗？嗯。看我能不能捏宽边把它拍薄一点，但是那个要拍很快，拍很快呢。我还怕这种小爪会不会热爪、啊？哦，有可能哦。蛮担心这一点的。可是它不是原厂爪、啊。对啊，还是给他说，给他刚好，刚好一定的热度，刚好一下脱钩，一下就脱，一下就脱。也不能让它太热，就刚好刚好热。哎呀，中了，脱。噔噔噔噔噔。好了，作战计划开始。先打这一个。公主，公主你出来吧。喂，耶，一颗，一颗了，一颗，保夹没输，加花艺。来，对，哎，怎么样子？傻眼，倒爪射出来。他不能倒，哎呦，哎，要两颗了哦。再两盒了，傻眼！哎，这个嘞，我们这边也有做好的。哦，它的血甩幅度比较大。先干嘛？哎，先拿出来，等下拿出。再两盒。再两盒就可以换两颗了。对。他应该没有说限当日换几颗吧？
100块出两盒。没办法。哎呀！哈哈！烫。我可以换两颗了。看着公主很重。我这还有一盒。看着公主，我觉得鞋甩过来应该也会脱。那公主超重的，可是我想要先打这个。然后，脱。啊，所以这样也好。有了有了，100块。好奇怪啊。没有扶哎。扭力是。好怪哦、喔！嗯，那这样没有了，哎、欸，还有，老转，哎、欸，是卡爪吗？没有，它包屁股很长都会这样子，因为是啊，因为它那个 S 钩是内丢嘛，内丢，然后它就顶到卡车，然后它就屁股过来，两颗。这样子我可以换两颗哎。可是你550，你是投九送一耶，你这样实际投多少？500，投九送一。你刚刚一开始有。如果你看我投500嘛，500就是95、45，投500就是实际投是450。450，如果你硬要算的话，他投一保大概500左右啦，实际投币大概是90块，600出，我们大概打600出左右。还要打吗？虽然这样中他还是可以打，但是算了。啊，第一盒30块出。对，第一盒30，打6盒，6盒可以换2颗610S。嘿嘿。赚呢。有赚。太高了，对不对？太高了。好，没关系，那我们今天就打这样子啊。到时候我再跟台主换610S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来不及呀！傻眼！我来不及呀，刚开就出货了。没有，其实我刚刚是要二收，拍不到，然后全包，然后整个大内丢，它直接往洞口喷。那可以再有一周啊。不能，等不要死，我们摆回去，再摆一次。好了，没办法，没有画面。只有我的尖叫声。对，啊，等下开机啊！东西嘞，在下面了。等下东西在下面了。很傻眼嘞。Bella con la papaya. No sé, entendería.